大家好，我是汤凯蒂，旧金山日落区市议员。我今天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日落区有发生什么事情。最近我们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因为我们很尊重我们旧金山学区的老师，希望就是让他们能够待在我们旧金山，因为房价非常贵，所以我们和我们市长办公室一起，希望在我们日落区可以盖一个新的地方，让我们的旧金山学区的老师在那里住的，在我们日落区留在我们旧金山，可以继续帮助我们的学生。我们6月21号晚上6点半开始会开一个会，我们想请大家来，如果你有什么意见，来跟我们谈。6月21号6点半晚上，在 Francis Scott Key Elementary School，在43街跟 Kirkham 跟 Lawton 之间，是6月21号6点半晚上，在 Francis Scott Key Elementary School，在43街跟 Lawton and Kirkham 之间，希望你们可以来参加我们开会，让我们知道你们的想法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，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15-554-7460，我们电话号码是415-554-7460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汤凯蒂，日落区市议员。